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使用 Canon R3 的使用心得。那真的体验的时间其实很短，就大概我已经撑了很久了。就是这个其实是要报名的。Hi, my name is Kai Wan.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Canon R3 的使用心得。没错，就是 Canon 最新的大台的，有点像一 D 的，有垂直手把的相机。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Canon R3 的使用心得。那真的体验的是。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Canon R3 的使用心得。那真的。Jeez. Hi, my name is Kai Wan.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Canon R3 的使用心得。那就是那一台有点像一 D 有垂直手把很大台那一台 R3。但是拿到手上真的是出乎意料的轻巧，今天真的是很开心，就是有报名那个提早就是首播体验的 R3， 所以我们就到了台北的三创园区里面的 Canon 展示中心，就玩了一波。那我。我算是蛮幸运，就是刚好我去的时候没有什么人在那里，所以我们有，所以我去的时候算是蛮幸运，因为预约的人，我去的那一个时段可能算是人比较少，所以我很开，我去的那一个时段可能人比较少。就是我去的那一个时段，可能人比较少，所以就是我去的那一个时段，可能人比较少，所以我直接就玩一个好像三四十分钟吧，就直接把所有的设定全部都设定。所以我们待一会也会，我算是蛮幸运的，因为我去的那一个时段算是没有什么人，所以我直接玩了好像三四十分钟吧，然后就等到后面有一个人来，然后我才给他玩，然后。那我算是蛮幸运，因为我去的那一个时段刚好都没有什么人啊，就是我直接玩了三四十分钟的那一个 R3。那我算是蛮幸运的，因为我去的那一个时段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所以我直接玩了三四十分钟的 R3， 就我自己一个人玩着那一台唯一的 R3 在那里狂玩，所以我走路。那我算是蛮幸运的，因为我去的那一个时段真的是没有什么人，所以我直接玩了三四十分钟吧，应该有，就是在那里狂拍啊，然后还有玩的那个1435的 F4 超神奇镜头、超广角镜头啊。那我算是蛮幸运的，因为我去的那一个时段呢，刚好都没有什么人，所以我直接玩了 R3 30-40。分钟就直接狂玩，所以我们待会也会带大家看一下我们所有的选单，因为我就尽可能的把所有该我想要知道的。小米，两只。啊，你不是两个问题？另外一个看到你就忘记了，好吧？What？